聖誕節啦。嗯。好似要做演唱會。哦，要做演唱會。嗯。係。咁啊，依家演唱會即係排練係咪都好充足啦？一直都準備好㗎啦。準備好。係啊。係啊。嗯。係。咁啊，係咪都冇時間休息啊？休息啊？嗯。暫時未有時間休息，因為都係忙緊我自己好多唔同嘅工作啊，要廣告啊。最主力而家呢段時間都係做緊巡迴演唱會啦，國內嘅巡迴演唱會。一直會去到一月中啦。咁一月中之後又要做電影嘅宣傳啦，所以一路都會去到過年都會好忙。過年我諗得農曆新年我諗得幾日休息，跟住又要飛去馬來西亞做演唱會。所以我想忙是好事嚟嘅，我喜歡忙嘅。咁咪就嚟要飛翻內地上演唱會？係啊，12月9日喺杭州啊，係啊。佢仲要翻學啊，應該去唔到。我應承佢啊，我應承咗佢啊。因為之前我哋只馬出嘅時間裏邊，可能冇一個房係適合小朋友嘅，咁但係今次去嘅時間裏邊，可能我哋早訂啦，咁變咗可以個房可以帶到小朋友去，咁所以我未帶佢去咯。其實最主要佢哋希望可以去喂武林密碼食紅蘿蔔，但係因為我同佢講，我要氹佢，我話你哋唔好失望啦，因為武林密碼佢係要去比賽。遲啲咧，等佢放一個聖誕假嘅時候咧，我應承咗佢帶去馬房去餵佢食，餵馬仔。我希望我都係學習緊做一個好爸爸咯。你咁中意打扮，會唔會影響女都好中意打扮？好似你。其實爸爸知道我今晚出席呢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咧，咁我同佢講話，今次呢個活動係大會邀請我嚟噶，咁爸爸咧就會著一件咧喺法國。特登飛過嚟嘅，俾我著嘅衫。跟住佢想睇，但爸爸未著喎。咁啊，等我話等爸爸影多啲相翻嚟俾你睇啦，咁樣。學行 catwalk 㗎。佢其實有學㗎。真係佢中意嘛。咁我哋都有帶佢嘅。咁爸爸只係可以做指點佢咯。嗱，你應該咁樣點樣點樣點樣咁樣。邊個有表演欲多啲咧？我。就係。